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01期的节目。原本我不是要更新这一期的了啊，那后来刚好收到了这一款铁工厂推出的新之翼 Starway， 好多年前了吧，就看到他们要推出机鸟，而实际上它的说明书呢，就是在告诉你贴纸的贴法。OK， 这个我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，这个贴纸真的非常的细小啊，以我现在的眼力的话呢，我已经没有能力把它给贴得很漂亮，所以今天我不会给大家展示贴纸。那它还有附带两张空白的脸啊，两张空白的脸就是像这个样子，就没有表情的。那它附带了一些表情的贴纸，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替换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目前也不是没有打算啊，再给它贴上，因为这个真的太小了啊，我实在是以我的能力范围已经做不到了啊。那后面的话呢，就是一些替换手，还有替换面部，还有背后的这个武器。那提一下它的这个支架的话呢，本身玩具没有附哦，啊，这个是要先前的一些飞机形态的铁工厂的产品呢才会有。那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玩具本身的品质怎么样了啊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它附带背后的这个大型的机翼，红色挺好看的，而且关节的紧实度很好，它是两个移动的这个可以变化位置的奶色线，可以安置在人物的背后。但是呢，我们先不把它安上去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人物。首先的话，他的表情的话呢，默认的表情啊，并不是这个，我只是示范其中一款。替换头部的话呢，是从这个地方把脸的话呢给掰开来，这里的话呢再给取下来。取下来之后的话呢，有两张脸，这一张的话呢是一个类似于是战斗中的一个表情。那我们换上一个默认原本最初的一个表情。它这个头的形状是有这个 Starscream 这个头型的，那为了对比，我拿出一个 Yolo Park 的一个可动的这个体型，跟它是比较接近一点。好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头上多了一根呆毛，呆毛。然后呢，原本人物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致敬后面这两个突出的东西，把它做成了是兔耳朵一样的造型。那有一对的双马尾，而且双马尾是可以转动的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你稍微推一下，你可以做出一个风吹动的一个感觉，再转过来。OK，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形象。那替换的手型的话呢，也有很多。这个比耶的话，让人看上去就是很有没有？其实真的是还蛮可爱的了啊。那这个替换就是它直接的抽出来就好。那替换的话呢，你就随意的做一个替换。它替换的手型非常的多，这个的话就可以比这个，然后再把它给我们就任意换吧，任意换吧，然后换上这个是。这个普通的手型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叉腰。OK 啊，反正就玩法还是比较多。那头的可动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手臂的话呢，360度的转动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平举也 OK。二头肌可以转动，手肘可以弯，大于90度一点点，一个 V 好。然后腰身的话呢，是这里可以转，然后下半部也还可以再动一点点。脚的话呢，根部呢是一个球形关节，但是目前的这个紧实度还是可以的。腿的话呢，是直接是做成机器人的造型的了啊。那臀部的话，这个地方很邪恶的又把这个肉的样子给做出来啊，这个打光正确的话还是比较邪恶的啊。那么看一下它的组装之后的一个形态啊，不对，这个膝盖呢可以一个转超过于90度。好，那么呢，它在这个状态下啊，背后的这个如果你要安插支架的话呢，在这个形态下你只能用夹的，因为它后面没有动。那腿部的话呢，有一个不错的接地，本身这款玩具的接地性算是很好的啊，我自己觉得还蛮 OK。 那我们来把这个武器给装上去，会变得更加的霸气。装上去的时候呢，是这样子装的，这边这个背包呢，我把它拿下来的时候呢，其实是用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把它给拔下来，因为它拔下来之后啊，又在这里用力的蛮好扣进去了，这样一来就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。OK， 首先呢，我们还是要赞美一下它本身的站立性还是没有问题的，非常的好。那这个奶色线的话呢，它有提供一个可动，首先这是它标准的一个形态，我看你就先还是先不要比耶好了，我看你一直比耶我就觉得你很开心啊。好，变成这个形象好了啊，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
熟女的样子啊，这样子 ，OK， 好吧，那它的后面的这个翅膀的部分可以动的范围，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。这里这一片翅膀可以转啊，这里的关节比较偏紧，然后奶射线的话呢，平常是往下垂啊，我们可以，它是把奶射线跟手臂已经做出一个分开，那这个本身是一个联动的支架，这里可以转动，这里根部这里还有一处的转动关节。所以说你可以转到你还有最根部还可以再转，所以它能够转的幅度还是比较多的。 OK， 我觉得吧，造型是挺好看挺好看。然后呢这里啊，外表内收给各位看一下，还是能转的。 OK， 那如此这般的话呢，这款玩具我自己觉得质量还算可以，关节的紧实度还算 OK。 那么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那分享这一款 Starwing 啊，整体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鸡娘玩具。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